预测的话是罚新台币18万，然后要当场一次保管汽机车，那然后吊销你的驾照，OK 吗？再问你一次，确定要拒测好，哈？好，那我就帮你按拒测了。好，刚才录音，我录在那30几分钟哈、哦。没关系啊，这个车子妨碍到交通嘛，所以我们在这里借护你的车子对，借护 OK 啊，我可以啊。啊。对，那不没有必要一直啊，超过跟他你的提醒吧。说不要坐在马路上，这样哦，危是啊，险。是啊，是啊，是啊。然后他广播我也有录，OK。好，我跟你讲哦，不要再坐在马路上了，如果再坐，我就直接开罚。开啊，开来，开。本分局于网路巡逻，发现民众于地方社群po 出一张行人于交通频繁之道路坐卧蹲立，足以阻碍交通告发单，质疑警方执法不公。经查，本案系本分局员警于9月20日凌晨1时40分，巡逻发现一部自小客在苗栗市英才路与自治路转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发现驾驶人身上有浓厚酒气，当场欲实施酒精检测，为驾驶人拒绝酒测。原警遂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5条4项规定，自单举发，并当场一次保管车辆。过程中，驾驶人非但不愿配合，且坐蹲于路口继续饮酒。经多次劝导不听，且时值深夜，视线不佳，恐造成危害，再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1项4款，自单告发。在此呼吁民众，若对警方相关交通执法存有疑义，可向监理单位提出申诉。同时提醒用路人应遵守相关交通规则，并配合警方的执法，共同来维护交通的安全。